你这尾鱼是不是未记捧出来啊？哎呦，你这鱼啊哦，真敢咧捧公公，无趁小姐做菜呢。妈，凡事哦，这是阿公挑故意要老阿妈食的，结果让你头呕出来啊。哦，啊爸，你有够偏心的，逐项好的拢老妈。无啦，我是真正未记的啦。啊嘿，欠一头神啊，还袂转来啊？哦，伊搁伫个办公室做代志啦，哎，着想讲吼，规气叫只便当凊彩食食，嘛较省时间啦。啊，毋过阿公今仔日煮的看起来拢足好食的呢，可惜爸无烤好。我看应该是你爸跟人讲伊是食冷饭，所以哦，着超工过无闲，毋敢转来。公司离咱兜遐尼啊近，啊，转来食血糖浓会过分症。因为当阮食食饭的吼，就该配你个比雷蒙搁较爽的话啦，安尼是消化不良的。妈，我本来是打算讲你目睭看无了，你的形势作风会较收的啦。啊，今日想袂到，你竟然目睭都已经看有啊，煞拢无甲阮讲。啊，你是可惜讲，大家袂对你这個看无的人去较动手，所以规气对人讲话哦。就愈来愈够口舌，啊，讲话愈来愈酸。哎妈，啊，你拢袂互家己算死呢吼？啊哟，我煞永远袂记啦。啊，亲像爱毒蛇，毋管去较倒，嘛袂家家己毒死。是啥甲你讲，我的目睭已经好啊？是啥甲你讲，我怎啊是你过生？我看过几啊遍啊。你伫喺厝内底行来行去啊，健步如飞走，敢若不会呢？啊，特别若要摕啥物件，从来嘛无看你点哪过啊。也毋过吼，亲像你安尼啦，目睭都已经明明好起来啊，啊，无要承认，佮继续假青眉，这嘛是你行事作风啦。所以我那笨蛋，甲你吐话。尤其啊，这花枝吼是你上爱食，啊，你想啥？爱加食一寡，多谢爸，我一定会食的啦。啊，你家己哦，煮甲遮辛苦，你有哪会加食寡？阿公，你确实爱加食一寡。你煮甲遮尼啊好食哦，我逐工安那食拢食袂成。是讲爸，你最近安尼逐工煮物件阮食，我甲亲妈才知影，原来你手艺遮尼好。以后咱都有口福啊！阿公，你辛苦啊！以后该麻烦你常常煮好阮食哦。那食的肉哦，就加吃一寡啦。啊，唔通哦，为着要减肥哦，啊爱水哦都唔食物件。啊，搁有啦，即摆哦是秋天啊，啊天气变化哦足大诶。啊，你若出门哦，爱加扎一领外套，唔通去感冒着哦。好啦，知啦，知啦。啊，是讲爸，哎，无代无志，讲啥物种啊？啊，是讲哦，为着我也无差，我规工哦，顶下拢踮伫冷气房内底，袂影响着啦。你就是安尼常常吹冷气啦，啊，头工哦不时就咧疼啦，唔通干那食哦止疼药啊。我哦有甲你哦夹几个汗药啊哦，啊你哦爱哦炖鱼哦，食落效果起来好。我来讲啦。就简单的啊，你鱼啊吼，拿买来啊，切切的啊，啊洗好清气，啊两碗水哦，啊加这哦汗药哦，放落去电锅哦，炖着会赢啦。哦，爱讲啊，啊你常常哦腹肚疼啦，啊讲哦有甲你哦夹迄落哦苏木啦，啊放点咧冰箱的苏木啦吼，炖迄落土瓜吼，效果嘛袂歹，啊唔通哦常常食冰，知无？爸，安尼来游泳高底遮尔济啦，感觉足奇怪。袂输你看袂着阮同款呢，你安尼讲我会惊呢。是咧惊啥个啦？我吼敢那是想着啊提醒你尔啦。真好，你嘛不错，我过身啦。我真肯定，谢天的人就是你。你即马拍算要对付我？
所以才会在这交代为严信。你抓准讲我什么拢唔知，会产生真正感觉，让你骗钱。中一摆计，是我无说你啦；中两摆计，就是我怣啦。我庄月的，唔是款怣查某。阿妈，阿公讲话怪怪，恁拢无发现咯？其实恁阿公哦，做伫少年的时阵哦，就真多愁善感啦。伊就是想要见咱知的人，唔知讲话较严重。先生，你讲对无？我迄个阿姨啊，啊哦，好有气哦，沉汤啉啦。啊，无得讲，我开船出去哦，就到迄大白沙哦，我甲伊切切咧吼，做迄个鲨鱼宴啦，啊，迄鱼翅哦，甲买起，互恁包，好不好？你安尼哦，无正常的正常，敢那点点是确实正常呢。阿公最近哦，秘书要恢复正常啊，有当时还阁雄雄变做船长。阿公，你切换频道的速度敢不伤紧啊？放心啦，我感觉恁阿公哦，愈来愈正常啊，免替烦恼啦。我想起来啦，我阮大兄哦，找我哦去饲鱼啦。我袂用哦，阮大兄哦等伤久啦吼。啊，恁豆豆阿姐哦，我即马来去哦。嗯，爸，爸，我送你当面陪个。唔免啦，唔免啦。我昨下有去过啊，我家己哦坐客运车去就好啊啦。尤其美人鱼，你好。豆豆阿姐，来找吧。哎呀，我知影华哥，甲你照顾到就好诶。其实，根本都唔免我烦恼。阿哥阿爷，你已经有岁啊，啊，着搁爱担起哦。陪甲所有的阿玲，你的身体要照顾好势，千万都唔通哦，勉强，嘛唔通伤紧，一定要好好啊保重，知无？哎呀，你即摆吼，终生愿意用正常的方式来甲我讲话啊吼，是讲。你安尼样样无头无尾，你甲公鸡是要创啥啊？不管安怎，阿爷，你吼一定爱记，你阿吼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啊！你千万唔通让你阿吼，搁安尼为非三族，知无？袂啦，虽然讲吼恁弟阿。熬软装，也毋过，伊对我这大兄，阁算讲哦，真尊重啦。哎呀，未甲到我会提防伊的地步啦。哎呀，我离开哦四十多年啊，啊，即个转来，我拢无好好哦关心你，陪伴你。你阁为着我的代志，这尼啊操烦，真是的。啊，不过以后吼，你都唔免这尼啊烦恼我，因为我最近吼有一个代志爱去解决。阿娘，我甲你拜托，请你好好照顾尤其甲爱家。是超善良的囡仔，希望你会晓加加关心一下。阿爷，我一世人哦，甲你做兄弟，是我上大的福气。你永远拢是我上敬重的大兄。
拍得起，拍得起，等一下，你有按哪不？我不，不要紧啦。啊，你的健康太老的，当心也不要紧。啊，我无代志啊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哎，先生啊，请你稍等呢。我这地表啊，应该是拆掉啊，钱啦，啊，煞袂行啦。啊，歹势，请问今仔是几点？啊。三点半啦，先生啊，你放心啦。啊，你这样地表啊是机械式的，煞袂歹。听你安尼讲吼，我就更加放心啦。我即马来调看卖。梅先生啊，请你简单甲我说明下，等下你要开记者会，安排什么计划咧？我要先开复发建设扩档的死因，伊毋是突发性心肌梗塞，伊的死是人为造成的。我手头有接到阮二兄的录音，有录到阮二兄亲嘴讲，要予扩档的永远无法度开嘴。我准备要予阮二兄一世人永远拢无法度翻身。那呢，警察是你叫的，也安排要去对，按算要甲什么人见面？我要去东北角蝙蝠洞甲曾万里见面，我要用我这条老命甲伊同归于尽。警长，你想要对付我啊？现在怎么要抓头毛了？我叫你关心你呢，我叫你听你呢，你现在怎么要来做啊？爸，你到底从哪来？这么重啊？尤其啊，你紧叫妈妈啦，你妈去笑。哦，你去，别过去，你够啦，你现在怎么要害我啦？这跟我需要讲，俺大家心内有知知的。我若无先动手，你甲曾婉玲哦，就要做伙哦来伤害我。这个老妖婆，把我这世人害到遐尼啊凄惨，啊害着友气，啊搁有爱情，伊就应该死啦！我唔对，曾婉玲该死，啊我咧，我你的二兄咧，我处处等你来说笑咧，啊！你今日要害我死？你别爱我心，你别爱我心。你一定感觉真奇怪了，哦？想做记者会无开心，我跟你讲，你别对付我，我可要乖乖坐下等死。我有拜托一个催眠大师搞到三工，你竟然无发现，你已经给人落催眠指令啊！门口靠迄个老先生，是你安排的？我唔对，是我安排的。你已经出最后一口气啊！你要把我当你当妹爷啦！我剩最后一口气，我嘛要带曾婉玲做伙走。